我刚好蔡正这样讲这一连串，我也想补充一个，也算是一个爆料。就是蔡正不是说他跟我们讲话怕讲错话或者哪一句讲错话，其实不止他，其实姐姐也会。姐姐有一点非常可爱，是在节目录到一半的时候，我跟姐姐私底下有小聊一下，觉得我们怎么可以让节目更好，然后又可以。 更活络起来，然后呢，姐姐非常可爱，姐姐不是有传到群，我们那个部门的群组，讲一大段话。哎，那个蛮感动。他那个大段话，他先传给我说，你觉得有没有哪里哪一句话不好或得罪其他人的地方吗？姐姐害怕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，然后我就说，姐姐，我觉得你写得很好，不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。对，我觉得。 这一点其实姐姐其实也很在乎我们每一个后辈的感觉，以后如果我变成前辈，我也想要像姐姐这样子。对，我们以前看到谢丁彦，就是我不给访，我怎么样，我他设了很多，你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冷血的人，就是高高在上。但是当你认识他，你就觉得反而是另外一个极端，而且他反而是太在意每一个人的感受，所以他导致他。 选择看起来很冰冷，但其实它是太暖了。来，你的大拇指，我帮你看一下，我帮你按一下你的大拇指。你好贴心，我帮你们调。你们这边两个摔了。染了一整天的头发。你没有戴那个，没有戴手套。手套没了，洗掉。下次没有要讲。好，等一下帮你想办法。好，谢谢总监。 它这样会冷。哦，晾太久了。好，我们先用这条把头包起来，然后再拿一条新的铺在肩膀上，再帮他按。不用太多，不用太多。变少了，有变少，变少，他要喝准，他要喝准，不要发酒疯哦。谢谢，谢谢你带领我们完成这个辛苦的工作。 谢谢。所以你是在我们是第一个你社交的人，很久。对，所以我真的非常开心，非常开心这段时间你们大家的陪伴。那你该不会那个群组是你的人生中第一个？第一个群组，真是除了工作以外的，哇，很有趣。太荣幸了。我真的很开心，很像姐。那我不得不说，你倒是回啊，不要装忙啊，只有一个群组你还不回。姐姐算其实一直都是零社交的状态，然后因为参加了这个。 Live影业中二的这一个实境秀，我认识了所有的这些工作同仁，他们让姐姐还蛮放松的，然后可以很 real 的跟大家相处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相处时间应该再长一点。想知道我们在营业中二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吗？快来订阅来吧营业中官方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不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哦。